健康，守护好生命。因为你们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挽救生命、保护健康的工作，全国人都在看着你们。你们刚才举起拳头和加油，是表示什么？我们一定会努力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们在努力的同时，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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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好，大家给家里边随时市场里面要打电话，让家里边人放心。好，可以吗？收到了，收到了。他们放心了，也会在外面支持你。我们看着你们，不仅是看着你们，会给你们提供你们所需要的设备、物资、药品，一定要让你们能够有力量去加油。也可以说，不光武汉人民关注你们，全国人民也在关注，都是你们的后盾。你们需要什么？有什么困难？需要调集什么物资？需要给什么样的保障？你们就提出，遇到什么困难也提出来，及时的给你解决。都有手机，你给家里面都要打个电话，要报个平安。你是哪人啊？武汉，武汉人。你呢？武汉的。有没有外地的？有，哪儿外地的？山东的，山西的，还有哪儿的？湖南的，山西的，山西的，湖南的，还有呢？山东的，山东的，给家里都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打电话报个平安。好，谢谢总理，谢谢总理，谢谢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